啊，你看我有个朋友，为了让他父母去旅游，他父母不去，说花钱。我说下次不要问你爸妈了，直接抱团钱一交。你说你不去，钱浪费了，你爸你妈屁颠屁颠就走了。他一想，哦，还真是，最后用我的方法，每年一到两次，老人挺高兴的。他说你这一招有效果呀。我说你要做呀，别说呀。啊，我说你自己细想，你那个时间是不是真想让你爸妈旅游啊？他说心里话，嘴上想，心里真不想。那去一趟也不少花钱呢。驾校啊，要真做呀。啊，就像我们有时候放生一样，我在那坐着呢。你说你放生，你放生，人家那边有记账的义工嘛，他拿个几百块钱跑来说：“秦老师，我放生了。”我说：“你放我那不是放生了，是不是？你送那个地方去，你拿来让我看看干什么呀？”他说：“我让你知道一下。”我说你不是放我呢，你让我知道，你想让我对你感恩戴德呀？这都是伪善呀，伪装的呀，非常可怕的事情啊！这如何叫积德呀？这不是积德，这都是假的。你真正去做了，真叫阴德呀！天知地知啊，你祖先知道啊，你让我知道干什么呀？这就是我们很多人言语上下了太多功夫。行为上面没有落实，这是非常可怕的事情啊！为什么说积财不入积技，积技不如积功，积功不如积德呢？德是自身的质变能，就是德是你自身的质，就变成德能了。我们要把自己改头换面的改变，是从本质上的变化，不是外形上的。你要遇多少居士？哎呀，念经比我都念得好，因为我不念经啊，我也不是佛教徒啊。人家念经说：“秦老师，你会念这？”我说：“我不会念。”说：“你看，我都会背咒，我都会念经。”啊，我说呀，你会念不假，我说我会行，行和念不一样。你给我讲了半天，这馒头是小麦做的。手工的还是机制的？你讲半天肚子饿呢，我拿起来就吃了，这就是我和你不同之处，啊，我们要明白呀，是不是？我们一定要正视只有德才是人生的收获，只有德。从古至今，古圣先贤，包括现在的毛主席、雷锋、黄继光等。都是为人类的幸福做出了应有的贡献，是他的德传承所致。这个我们要清楚啊，要明白呀。所以说，德是自身的质变能，德是自身的质变能。你是不是真有德？要不很多人就说呀，秦老师，你很厉害。我说我不厉害。我说我这人啊，最大一个好处，你是真的，你是假的，我立即就能知道。啊，我真的呢，体现于心，本质有所动也；假的呢，体现于行，嘴上功夫深也。就在这个地方，我就分辨了。我说这个假的呢，笑的时间，你就觉得他那个笑都容都是漂浮的。都没有根儿啊！那真的呢？你看人家那个微笑啊，非常真诚，眼睛是心里的窗户嘛。你这个一笑不笑，我就知道你是真是假了。啊，你嘴上说的话和心里一不一样，我一看就知道了。那不是说我神奇，是你表露出来就是如此，与神奇没关系啊。你说的真话假话，人一听就明啊。要不我说我们要做一个真人啊，这样才好呀。所以这一块就告诉我们了，我们要对自己的德行下功夫，利国利民的心，利国利民的思，扬祖宗之德的行，做任何事情都要起到。正面积极作用，
积德胜过积技、积功、积财。我们就可以看到，李嘉诚也好，比尔盖茨也好，王健林也好，包括我们的曹德旺也好，他们各地捐赠，做慈善，拒绝媒体报道，他们真是在积德呀。我们光说人家李嘉诚儿子优秀呢，人家积了多少德？我们光说我们家孩子不优秀呢，我们缺了多少德？我们自己看。所以说啊，子孙不用教，全靠德来改啊！你这个德能不能真感子孙？这个很关键的啊！我们很多人缺德缺到把孩子最后缺到吸毒，缺到短命，缺到嫖娼，缺到给祖宗抹黑，这是我们有问题呀！甚至父母还没咽气，兄弟姊妹为争财产打得头破血流，告上法庭，到死不相往来，大有人在呀！皆是德上所缺，不是技上所缺呀，也不是钱上所缺呀，就因为有钱争财产才打架呢。这就是我们。积财不如积技，积技不如积功，积功不如积德。最后这一段就告诉我们，德是自身的质变能，只有德才是人生的收获。这是我们大家要清楚的，积德内德在于孝敬父母，厚爱手足，对自己的妻子子女负责任，这叫内德。外德呢？爱国、爱社会、爱自己，加在一起就称为厚德方能载物。内德我们做好了，给国家不添乱，就是最好的治国。外德我们做好了以后，就足以扬祖宗之名，立于万世啊。我们今天下功夫做事情，做好内德。再做好外德就行了。很多人内德有亏，外德更别说了。包括我们看到佛教还有很多故事也是啊，一个人说修行呢，是不是非要找活佛呢？跑到很多地方去，要去找活佛。最后呢，到了一个名山，碰个老和尚。说我找活佛呢，老和尚告诉他了，说活佛在你家呢，去你家里了。他不可能啊，活佛怎么跑我家里去了？说我告诉你啊，你回到家里你看，一个人反穿衣服倒穿鞋的人就是活佛。这人一想呀，反穿衣服倒穿鞋的人就是活佛，因为他出门时间长了，他妈妈非常想念他呀。他日夜兼程跑回家，为了见活佛。回到家里正好是半夜，一敲门，他妈一听，哎呦，可能是孩子回来了，一着急把衣服反穿着，鞋倒穿着，开门了。开完门一看，哎呦，原来妈妈是活佛呀。我们细想想，就是这个道理呀，也是告诉我们修内德。包括佛在《观无量寿经》上也讲到，孝养父母，奉事师长，慈心不杀，修十善业，还是把孝摆在第一位的。这都证明这是内德呀。我们把我们的内三德做好，外三德做好，我们人生才能是真正的厚德之人啊。很多人亏父母，缺德；亏太太，缺德；把自己的子女培养到监狱里面，缺德。我们的言语，我们的言论，对这个国家、社会不能起到尽职尽责、公民本分。我们又吃喝嫖赌，拿着有用的钱，不能做有用的事情。损德损福，
让我们祖宗蒙羞，这都是大缺德呀。要不我说修身养德，这个正能量都是在我们自身去落实的，一个在家庭，一个对社会对国家，还是要求我们自己的修身养德提高啊。尤其在这个物欲横流的社会中，我们满脑子都是为了钱，甚至人为了钱不择手段，把黑手黑心啊都用在了慈善团体，利用别人的善心，利用这个慈善团体的凝聚力搞什么众筹啊，这也不能怪人家利用啊，是我们学傻了，学愚痴了，没智慧，善恶没办法分辨，正邪没办法分辨，我们学的已经学的傻的呀，他把我骗了，我钱是该他的啊，他拿我钱不还，哎呀，我不知道哪几是该他的。那你像这么一说，那法律法庭是不是国法都会置之不管了？这都是愚钝的思想啊，是不是？要不我说你看我们进到寺院里面，天王殿里面，我们看到什么呀？四大天王韦陀菩萨不是吃素的，那就是佛教的纪委检察院呀。道观也是啊，第一殿就是王灵观呀，干什么呀？你看拿那个法器，专门是惩恶扬善的。像你这么一说，好，他们都不该惩恶了，也不该扬善了，像那些神士也都变得傻傻的。好，我欠他的，哎呀，我给他还债呢，没有这个道理啊，是不是？我们都愚昧成什么样了？人家学成圣贤了，我们学成傻瓜了，学成畜生了，这就是我们错了啊。那下面这一段又告诉我们，以钱济人是以钱易德，就是我们拿钱在济人的时间是以钱易德，以钱作乐是以钱损身啊。这个就告诉我们，我们要是拿我们今天有用的钱财帮助孤寡老人，帮助残疾儿童，帮助啊社会上的弱势群体，这是以钱易德的，拿钱在赔德呢啊。你看我们看到世上有很多富翁，甚至他们的言论出来，哎，我们要把自己的财产 90% 多都捐赠，我记比尔盖茨巴菲特慈善晚宴就要300多万美金啊。啊，你看人家自身价值有多高，就跟你吃一顿晚餐都300多万美金啊，什么概念？人家慈善都做到如此份上了，这些都是以钱济人是以钱易德的，拿钱把德就赔了，以钱作乐是以钱损身，就是你拿这个钱去歌舞厅了，去吸毒了，去嫖娼了，去违法乱纪了，甚至啊，把一些国家培养的官员拉下水给他行贿，让他呢去嫖娼，以色来贿赂，以钱来贿赂，这都是以钱作乐是以钱损身，损你的身，损别人的身。